18 years. Oh my yes. God. Yes. So we are so blessed to be here every week and so blessed to come here every Christmas to celebrate this special holiday with all of you. 特别的节日一样的温馨，但多了许多小朋友的爱和敬意。这个呢是我们幼幼班的小朋友画的，他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来这里娱乐，给长者就像你们收到圣诞节的礼物一样。一条围巾代表整个冬天都有慈济人温暖围绕。波特兰慈济志工带着人文学校学生为葛兰乡复健中心举办一场小型音乐会，传送祝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维、杨传元美国报道。